咱众生五蕴所合合，咱有一个我，对吧？这五蕴嘛，色、受、色相、形色，咱以为讲伫咧遮内面有一个我，啊，你看一个一个甲伊听，色是我吗？受是我吗？相是我吗？形是我吗？色是我吗？你一层一层安尼甲伊听，听到尾啊，拢毋是咧，找无一个我，就敢那芭蕉无伊的一个树心同款，听到尾啊，空的无，啊，这表示讲咱看待众生嘛是爱了解，众生嘛是缘起性空啊，缘起性空是空性的。后一句，如电雕珠，大家应该拢捌看过这个天顶咧弹雷哇，啊，弹雷公啊，啊，咱今年春雷啊未响，好，这最近这个新闻吼，有咧报讲今年这春雷呐啊未来吼，啊未响啊，有无？啊，请问，天顶闪电安尼失落的时阵？伊用个偌久，用个冻偌久，加加一秒、两秒、三秒，伊都爱失去啊！啊，电这雷电敢有法度救助？无啊，无法度救助啊！表示众生嘛是同款，众生因缘和合，拢是无常变化，无一个真实的这个本体，众生伊无实在的这个自性。有自性的物件，则是永远不变，则是永远久住。但是众生都是无实在、无常变动，无可能久住，就敢那电同款。你讲电会久住，无这个代志，表示讲众生有伊的实体，无这种代志，因为众生是空性吼。后一句，如第五代。还是讲第五大，啊、哦，讲四大皆空，四大皆空，唔是一般人讲什么，什么，财啊空啊，名啊空啊，气啊空，唔是这吼、哦，唔是这吼、哦，咱讲的四大皆空是地、水、火、风，啊、哦，是四大皆空。啊，所以除了地、水、火、风以外，敢够有迄个第五大？无啦，无，咱怎啊讲诶？啊？地水火风空，干是？咱讲是六界，六界，六界，吼、哦，六界就是地水火风空色，但是迄是六界哦，毋是六大哦。啊，咱怎啊起也是讲地水火风，吼、哦，地水火风都四个。都是的，无第五个，无迄个第五个啦。第五大是无的啦。这表示什么？表示讲咱众生若有一个实在的性，众生有伊的实体，有伊的实在的自性，无这种代志。就敢那第五大同款，无迄个第五大啦。无，有敢那四个，无迄个第五啊。安尼众生无伊的实在性，啊、哦。接下来，如第六音，这音就是咱讲的五蕴的蕴，蕴。佛陀甲咱讲啊，众生就是五蕴合合的啊，合合的啊。敢有迄个第六蕴？无啊。那有是啥物事？无嘛，就是无。所以第六蕴是无的。这就是咧甲咱讲，众生若要讲伊有实在自性，无，因为。相信原来是缘起，原来是性空，无迄、那個，就敢那无迄第六蕴同款的意思吼。后一句，如第七情，这個、情就是咱的根呐、啊，六根的根呐、啊。哦，咱有几根？六根而已嘛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这六根而已。敢有迄第七？这时阵你袂用甲我讲，哎，那大乘够第七、第八呢？无啦，咱只就干那讲咱的六根而已吼，六根而已，哦，无迄个第七，无迄个第七情，
那有都奇形奇怪哈、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同款哦，咱这比喻啊，这比喻拢是要甲推众生根源，讲众生是幻化的，众生是无伊实在自性的，哦，这比喻拢是咧比喻这物件，众生无实在自性，众生是幻化的，哦，所以同款，众生空性，无实在自性，啊、哦，都敢那第七层。无迄个第七层的存在，啊、哦，啊、哦，接下来后一句是：如十三日，七十三日，这日就是厝的意思。一般来讲，咱讲有六日，有内六日，甲外六日。内六日就是啥物？内六路啊，就是咱的六根，咱的六根。啊，外六日是啥物？外六处哦，外六处外六日是啥物？外六处就是六尘，六尘。哦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是六尘。哦，咱内外加起来十二个，所以叫做十二日。啊，敢有迄个第十三？嘛是无啊，无迄个第十三吼、哦，表示啥物？众生无伊实在自性，同款。同款吼，这比喻拢同款。后一句，如十九界，佛陀讲，敢若有十八界而已啊。六根、六尘加上一个六色，对不？六根、六尘加一个六色，安尼加起来十八个，十八项。敢有迄个第十九项？嘛是无啊，嘛是无啊，同款的意思啊。你要讲众生为实在自性，伊都无，伊都无这自性啊！啊、哦，伫金刚经顶观有安尼讲，佛说众生即非众生啊，是名众生啊。就讲、是、咱每一个众生，哦，实在无伊的自性，为虾米？拢是因缘和合，无伊真正自性，所以即非众生。这一非众生，就是咧讲众生无实在自性。但是你不然，你嘛不应该讲无哦，因为这五蕴合合的时阵，这幻相原来造出来，这就是金刚经讲的一合相，一合相。但是一合相，只是一个幻相，无实在。啊，有一个假名，有一个假名。哦，假名叫做人，假名叫做我。假名或者众生，假名或者什么系安尼？有一个假名而已啊。所以，哦，佛说众生即非众生，是名众生，有无？迄是名众生，就讲众生只是一个假名而已啊。啊，所以如十九界嘛，无些第十九行的物件，无。啊、所以六十六页的第五行，六十六页的第五行，啊，大安尼讲，菩萨观众生为六处呀，六处就是讲，都爱参像安尼咧观看众生啊。这处，这处就是表示这比喻，哦，这比喻为单位开始，为第二行的幻书见所幻灵，如地下。见水中月，如镜中见其面相。是的，菩萨观众生，都爱参像这些比喻同款，安尼来观众生。观众生是幻化的，观众生是无常变动的，观众生无一实在的自性，安尼才有正确。啊，若会晓安尼观，菩萨都袂有偶像、灵像、众生像、受者像的。执着咯，都袂咯。啊，你若无安尼观吼，都会执着。我常常都咧比迄个咧钱啊，钱啊，恁大家拢常常听嘛吼，钱啊，啊，钱毋是万能，恁无钱就是万万不能。所以钱原来真重要吼，真重要。啊，你看，咱若安尼讲，捡着一个皮箱仔的钱安尼吼，内面一百万。拢真诶，请问会执着袂？哎呀，
咱拢会起心动念，一百万啊，我会唔知要偌好，是不是？会啊。但是你若看这一百万顶悬，逐张拢甲你印两个字样本，啊，你就知影讲啊，这都假的啊。啊，若是假的，你敢搁有迄个贪念，还是迄个执着？讲你敢会搁安尼想啊？这若我会要偌好，你就自然袂安尼想啊。因为是假的物件，你知影摕来嘛无效啊，啊，袂开的啊，啊，袂用的啊。吼、哦，所以有敢那无共款啊？啊，你会执着袂？都袂执着啊。同款，菩萨咧度众生的时阵，若无了解众生是虚幻的，是无自性的，迄内心自然哦，都会生起这执着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自然哦。啊，你若了解了，你都自然，你都袂去解执着啊，因为你有了解，吼、哦，假的物件、虚幻的物件，哪有需要去解执着哈？后壁佫开始比喻哦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比喻爱比喻到六十七页的第一行才结束，吼、哦，所以即比喻真多吼，真多，意思拢相像啦。好、哦，咱佫来看六十六页，拄啊讲到第五行嘛吼、哦，如无色界色，请问啊，咱三界，咱去赞合作六界，因为内心有即个欲望。所以就要来欲界、哦、啊这个欲界顶端是色界，色界更加顶端叫做什么界？无色界嘛。请问既然都已经是无色界，就是无色啦，啊现在跟你说无色界的色，请问这个色在无色界有存在吗？无嘛，就是无嘛。啊现在众生是因缘和合的，啊你要说众生因为因缘和合，你要搁伫个因缘和合内面讲伊有自性，真歹势。只要是因缘和合的，都无伊的自性，伊都唔是真的。啊，你即马讲伊是真的，安尼都唔对去啊！啊，安尼咱都爱了解，无色界是无色的，所以无色界色无可能存在。众生是缘起的，所以你讲要众生要有实在自性，无可能啊。好一句，如鸟高月，哈、哦，这鸟是啥物意思？伊用啥经济呀？你用火给它烘啊，给它烧啊，已经臭灰搭去啊！咱讲的臭灰搭去啊！请问啊，这臭灰搭的经济，你搁给它浸在土里面，无效啊！伊无可能都不。不给出来啊，不可能啊！因为安怎，迄规个拢烧甲拢腐去啊嘛，都毋是活的啊！哦，所以讲要不给是无可能啊。这表示讲众生，你若要讲众生有伊的实在自性，无可能。就敢若讲迄个吼，迄种子甲烧甲已经臭灰搭去啊，伊要搁不染出来，无可能，是毋是？啊、哦，后一句。如苏多环心点，这个、心点就是讲，执着这五蕴和合内面有一个我，这叫做心点。心点，啊、哦，咱执着讲咱身躯内面有一个我，这都是心点。心点，请问，正着初果的苏多环，伊敢有可能够有这个心点？无啦，苏多烦吼，苏多烦正着初果，等三种的烦恼。第一个就是心见，未阁执着有一个我，未阁执着有一个我。第二个是疑，吼、哦、对三宝的疑，对戒律的疑，吼、哦、佛法境界，未阁有任何的怀疑哦，未咯。正着初果，即个疑拢未啊，未阁生起来啊。第三种烦恼，戒禁取，戒禁处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讲持邪戒，因为这邪戒才用个真正的解脱。初果吼，持的戒是正确的，
无可能是啥。